今天咱来苏北哈，一个狗市，还是之前的狗市。咱现在狗市不开门，只能在路边摆啊。咱来问问价格啊。我那边鸽子说的20块钱一个，这是德牧哈。这几个德牧还可以啊，头盘挺可以的哈。这你来吧，啥价？那都1000是吧？这还有3个1000。1个1000，你能卖动了吗？你看看，一会城管都来撵了，你最少多少钱？实在那个，啊，对呀，40块钱那一个行吧？一会城管一年你又老把见钱了，最少多少钱？你发？哎，500块钱我给你加1倍，你行吗？行，你不行我就走了。这几个短毛，这是啥？这是又这还不是短毛，这个这是平背的哈，这也平背的，这个还算有点短毛哈。这两个头版可以，哎，最少啥价？你说个实在价，最低600，你看了吧？最低600了哈，咱心里面我估计500块钱我也能拿下啊，因为这边又过车了，我得去下一家。你的吧，几倍？要价8倍。卖价呢？卖价上6倍不卖。这3个600呗，这。一个六百，那你买忒贵了呗？哪有那么贵的了啦？现在。那都不讲了。我能给你500能卖呗？一个500都不卖。对。我给你点赞，咱上那边看看去。哎呦，这边有嘛钱嘞？这边没车，来看看。哎呦，最便宜的，这是皇马，这皇马。这啥价？这个1200。打几针疫苗了？哟，你刚才说2次就变打齐了？打齐了，1200。公的母的都有呗？这边都是公的啊，这边都是母的。最少啥价？最少啥价？有黑的。你说呀？其实我感觉这只好着。才100。哎呦，你太大方了。行，我一会再过来哈。哎呦，车来了哈，咱再上里边看看去。咱还接着看马犬。哎呀，这兴奋度太厉害了啊！公母都有啊，公母都有。哎呦。能把牙勒坏，能勒坏了吧？没硬拽，再来一次，来看看。开始你的表演，我好了，我卖你一个。哎呀！他说1200，他说1200。3个月了吧？这。小的呢？小的差不多，你看，最低啥价？来个以后价吧，行吧？大的。这样了。这个。啊。这个。啊。说呀。这个让100块钱。对呀。啊，1100。哎呦，小的呢？小的900。小的900。啊，少了不卖。少了不卖了，是真少了不卖，还假少了不卖？真少了不卖。看，好，别累着你喽。哎呦，厉害了，这个，就那个最大的那个确实猛。啊？他说他不是下药价，他说的，1100啊。你再好的狗，你卖不出去，你还是我手里边，还不了1分钱。养再好的狗有啥用？2000块钱个也能卖我。那是你没碰见我，我给不了那么高，啊，我都给不了那么高，都800都是了，那个大的800，小的600，帮你卖一会儿，啊，刚才给700都没卖，小的给700都没卖啊，刚才上甘肃的，人家甘肃的过来了，那么远，哦，
你看这里边马犬确实好啊，大力那一千的那呗，啊，大力一千的那呗，一千，嗯，一千哪一个？就刚才这个，这个，嗯，差不多了，一千给你不少，差不多那个少，啊，一千能卖不？一千，你看样子行了，那个小的呢？啊、小的呢？小的，啊，小的，你跟你说的那个说，那小的那个样了，七百。七百不能拿，人家给你七百，你都没。人家给七百，俺没卖哟。你没卖，你得卖给我，因为那不是我。少那个是不卖。少百呀，小的少百不卖。八百。少八百了，小的少八百了。这是你在这是一口到底到地的价。一口到地的价。你少了一斤不卖。没到地了，都在还在笼子上呢。你到地得有到地的价，你在笼子上呢，笼子上还价还高。还现在十八公分呢，还看啊，这行品都确实好啊。他说这个一千差不多呢，小的这样的就是八百的呢哈。先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，再盘盘呢。